观众你好，我是尚哲，欢迎收看尚哲爆生活。今天我要来就是闲聊，我有几片画质变差，只有480，原本我正常来讲都有720，因为我影片画质就目前最高就720，最近会变480，原因是因为我原本都是用手机的微粒导演剪片，后来手机不见，然后就用电脑剪，然后用电脑剪，然后电脑因为我用的是试用版，所以他就给我。对，他可以用720输出来，但是输出来的影片不能看，因为720他会不给我高速输出模式，就如果没够高速输出模式，输出来影片就杂讯一堆，所以要变成到降到480他才会给我够，所以就从这部片开始，还有下部片的后续会剪的大家人民公园共盟游戏场的影片都会恢复720，就画质会恢复正常，因为我这两部我现在就有行动装置，今年我行动装置不见才改用电脑，然后现在有了行动装置，那就可以恢复用手机剪片，用手机的微粒导演剪片，然后就可以用正常的画质输出，然后制作出来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闲聊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谢谢收看。